今天在现场来了一个巨星呐、啊！开球贵宾是温布敦网球赛女网的冠军谢淑薇来到了现场，我们先来看一下淑薇要来帮忙做开球了。哦，哎呦，这第一下哇！今天淑薇只有用五分力啊，所以只有117公里，但是蛮有梗的啦。今天呢是让大意先来蹲补，先下一下大意，然后让这个淑薇呢先用五分力来开一下。不过用五分力而已，就有117哦，这个时速公里的速度就还非常快速。好，我们捕手还是交给我们的这个小高。好，现在第二次的一个开球就是要用棒球来开球了。然后，那我们倒数三秒，来请淑薇帮我们开出漂亮的一球。刚我们在旁边有练球，投得非常的好。好，我们倒数三秒，三、二、一，请投出。哇，谢谢。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胡金龙这边来帮我们赠送签名球给我们的淑薇。哦，刚刚看到的在第二次的开球呢是用棒球来开，现在看第一次的重播哦。不过看到这个发球的速度，我们测到是136哦，其实是136公里，其实轻轻的发就有这样子，网球速度很快。那现在哦，那个速度还不是很重要，因为速度啦哦，如果真的全力在发球的话是接不到的、嗯。对，是接不到的。但是刚刚那个球了，要发得很小心，还要发不要打到那个对那个吉祥物。没错，大意。所以今天第一次是有塞一个梗在这边哦，大意呢是来到了现场。来帮忙去蹲捕，然后他手上拿的呢，就是这一次这个谢淑薇呢，在温布顿女双这边拿下冠军的一个冠军金杯，也来到了新庄的棒球场。至于在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呢，是由我杨振磊以及身旁的杨新龙杨教练要为大家一起来服务。杨教练你好，振磊你好，好，刚刚在看到这个现场的第二次的开球呢，淑薇呢是用这个。棒球哦，就用棒球手套直接来开球，也开得非常的成功。也希望今天的比赛呢能够顺利的来进行。现在谢淑薇啊在现场呢，当然也是非常多的球迷啊在这边是准备来接他哦，来送网球了哦，真的是台湾之光了，在这个温布敦能够拿下冠军的金杯，女双冠军哦，跟这个中国的彭帅两个人搭档呢，这也算是我国网坛的一个新业。当然今天呢淑薇来到了新庄棒球场，穿的是胡金龙的球衣，所以刚刚呢也是请了这个胡队长来跟这个谢淑薇呢一起合照来留念，希望今天的比赛能够顺顺利利的来进行。今天呢在新庄棒球场两支球队呢是Lamigo Monkeys 跟义大犀牛两边的一个交手，那今天呢是义大犀牛的主场，所以今天呢是这个犀牛邀请到了谢淑薇来到了新庄球场进行开球。今天一垒侧的球迷也蛮幸福的，还没开打哦，就已经有这个谢淑薇啊亲自打给你的网球可以来接哦，这真的是接到的球迷算是蛮 lucky 的。